Nickel 就是大家会当的一个外号，对 Nickel 小 Nickname， 然后Nomis 就是从 Dynamics 跟 Nomis 来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volume， 对，非常的丰富，是，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喜欢我的专辑。也是代表 Kimberly 的 style， 因为她就是一个非常活力、非常可爱、面包仔、甜美的女生。那在专辑里面呢、啊，光是封面或 MV 里面，你有算过你换过几个动物造型吗？对，我想一下 ，Mickey， 还有兔子、小麋鹿，北极熊，是，像这四个，就四个。然后你还有这个很厉害的360度来追有翻跟斗，对，我的拉拉队的可爱的紫色的黑衣服。对，那个叫做什么马冠舞，马冠舞 对，是。然后穿着熊，我说真的，穿着那个熊啊，然后跳那个叫做什么野兽舞，好卡哇伊哦。对呀、啊，那个难不难啊？穿着那个那么大的熊。我觉得其实刚好那一天非常的冷 ，OK。所以其实穿的时候很温暖，是。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，真的很幸福。嗯，好，真的很幸福。可是我真的觉得萌翻了所有的这个歌迷朋友，大家都觉得哇，这次感觉很不一样，因为上张专辑我们听到很好。的起歌爱你嘛，对不对？在这一张专辑，我们看到你跳出很可爱，而且非常有活力的这个舞蹈的部分哦，也是秀出了。其实我们 Kimberly 不但能唱之外，他你也超级会跳舞的。在新的作品当中呢，新的 MV 当中都呈现给所有的这个歌迷朋友啦。